老兵，我跟你说，我统计了一下，我这五天连假上班的时数啊，有24小时，哎，差不多3天，24。没事改了没？啊？我跟你讲，我上班我没有时间改你的那个什么宾得公主。你改多少了？改了20-30个。20-30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天的午餐，我们来开箱一下哦。我知道我会积极的。今天的幸福中餐呢，是这个紫菜蛋花豆腐汤，然后还有番茄蛋蛋，还有这个是菠菜，好，菠菜，这个是肥猪肉，因为它很多肥的，我们叫肥猪肉，不叫咸猪肉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有玉米啊，不不，玉竹笋，然后还有这个饭，高山白饭，我乱起的。大姐还在煮，大姐还没煮完。好吧，大姐在忙，我们就不要吵她了。OK， 就这样，各位朋友，拜拜。